们所见过的红衣怪人和白衣女鬼都是他们俩扮的。想不到刚才跟你交手，就把他们俩给骂了。那家伙娘一看起来老态龙钟，原来是江湖上的一个杀手。我们整天都在怀疑中了人家的圈套，到现在还是自己明白一半了。拜托了，这是萧老前辈的房子，当然这件事跟萧老前辈有关，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儿子，又嫁祸给丁老前辈，还绑走了他的女儿？这里面定还有别的原因。龙少侠，龙少侠，丁姑娘找都没找到。哦，对了，周老伯，你在乡间那么久，你知不知道有这个地方？知道，这个地下室是他们祖先造的，本被武林挖成城市，用来做藏身之所的。不过已经几十年没人用了，而且这通道门早已封闭。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老爷又把它整理得那么漂亮，而且通道门也打开了。Mau sih masuk lagi kaki dia sana tuh kaki itu kerusi. Hey, terjun. Hi.